特技也可以去拿。全套。怎么全是暴女神之力啊？暴女神之力就说明这把要出事儿。大乱斗不要钱吗？不要钱吗？慈母手中线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哪个最近啥耍什么组合？都耍吗？你最近啥耍什么组合？啊？哦，好了，我最近玩人，狂接人次多得很。哎哇！嗯？摄像头挪一下，挪到哪儿去啊？挪到上面吗？挪到右转角吗？大乱斗不要钱，不要钱的那种。俩狂野，现在狂野刺激贼多，你可以玩那个三块，可以玩布隆，知道吧？骑士布隆，冰女骑士布隆，冰女骑士布隆，反甲龙牙加那个狂徒的布隆。那还是要养，还是得前面养冰女啊，不养冰女前面怎么打呀？对啊，你这不正好吗？没有反甲怎么办？啊？没有反甲怎么办？选啊！现在刚开始。他打不过我，我傻了呀，累了呀。啊，如果打五个。英雄同笑死。刘哥什么时候说我坐张哥边上？可以玩，你这把可以赌棋啊？赌棋？我最讨厌玩的组合就是骑士布隆冰女。这人才狠，狂野都不要，就留两个刺客。你是有个锁子甲吗？嗯。锁子甲，复活甲。哎呀，炸了！可以啊，这个。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卖血吗？炸了，卖不掉呀！你看嘛，他没了，我卖血卖了个两连胜。那就不卖了。不卖了。留着吧，但我发现现在也没两期啊，上升等买个摸那上，上个两块三块四块，你不能卖，为什么不卖？卖钱，一二四，不够。你妈，我六块，他不够吗？狼人也卖。那我还留着，我付我家的盒子，我留狼人干嘛呢？
对吧？好判断，我是路人。必然能打过呀！啊，卖血卖不掉就很烦。围攻巨人之内，可以拿腰带，对吧？锁子甲呀。有护甲，有想拿护甲吗？那护甲抢手货呀。嗯。那腰带。对啊。喝个救赎，它不香吗？肯定先不急着喝救赎。你看吧。哎，有。你看这把狂野刺多不多？拿护甲。你知道阿卡丽、哎、阿卡丽这个英雄 A 布隆两刀自己死了，这把就玩布隆，我吃不是伤害到你，为什么要吃呢？你打连胜啊，可以，那不吃了吧，为什么不升个人口呢？哦，算了，不升了，升不了，赌气，这把必赌气。刺客，这把刺客贼多。是什么？哪个张哥想一会儿捣乱豆腐？我想试试把你们锤上马吧。你们不知道哪个的捣乱豆有多强。化开。可以。赌棋是吧？舒服的很。盖伦，如果不，为什么要赌棋呀？我他妈生人口，我不行吗？你赌棋去那把布隆也赌了呀，可以两块钱的正好也可以赌啊。可以。你这把就玩布隆，贼他妈嗨皮。可以。游戏体验。力气你妈吃满。贼家，你为什么不上盖伦啊？啊！双骑士。忘了。你这波好像打不过。伤害太低了。嗯。哇，舒服。看它化开。呵呵呵。刘哥不在这上面吃饭，这上面都被多少人踩过了，你不想想？应该能打过吧？绝对能打过，绝对能打过。你把莫格纳放左边，放诺斯这个位置，因为他后面可以大三个。嗯。感觉有点悬，稍微。这个耍枪手的很烦，贼烦话玩枪手的。啊，大金都没有一把耍狂野刺出来呀，真的牛皮。这家玩枪骑，这家狂野刺。出巨人杀手的狂野枪才最恶心的。太毒了。哎，打不过了。QQ 两个 ，nice， 丢刀。糟，他再能 Q 一下。糟了 ，Q 不出来了。nice， 我装备好啊。这赌消费了吗？冰女，消不消费？消费啊，直接赌了，狠狠的赌。妈，你傻的！嗯，诺手，波比一样的，波比，好卡。盖伦，诺手，先不急，打完就不再跌。太难卖了呀！有点少，但是 这把所有人都没有一个人拿布罗，可以随便，可以随便三星。你现在主要是主流吗？
啊谁？就布隆现在是主流吗？因为不是主流，是因为狂野刺太多了，所以说布隆这个英雄就很顶。哇，好卡啊！这赌气，你很多的。其实有点少，真的。个人，个人，摸了，摸了。不隆不隆，我想一想，把布鲁斯卖了。莫纳也可以卖了，直接卖了，一星的直接上，再上一个，上个四期吧。没有人可上四期。赶紧低了吧，打完升级了。别还在低吧，快了。啊，我吐了呀。铁男滚一个吧，铁男这把删不了了。他已经德莱文出不了战了。冰女，可以没跟他。冰女要追三了，因为这个版本也没人拿冰女。有人拿冰女，要打把都能遇到耍冰女的。你看这把应该没人耍。冰女是你这个阵容的 C 位。我知道。就两护卫四期是吗？要护卫吗？六期。慢慢打，不急，一点都不急。你这波拿狼人，能拿到就拿狼人或者凯南或者小法都可以，反正这些装备都是没人抢的，没太多人抢。你先拿甲反甲吧。反甲吧，先反甲。这阿卡丽，这又一个无尽劫，两个阿卡丽，全都是完的，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但遇到枪骑怎么打呢？枪骑一样可以打。金克斯你知道吗？金克斯 A 两下自己死了。那德莱文不要了。那有什么人口可以上德莱文呢？我想一想，你现在其实可以下了一个上布隆。我四级不要，换个铁男吧，等下可以升个人口了。其实布隆那我还不行了，就先这样子。四级，你上个布隆肯定战斗力比四级强。不一定。你这冰女太晚了，一星冰女。太晚了。要出救赎吗，冰女？冰女要出救赎吗？先不出，先把布隆装备做了。冰女是真的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这放好多个大招可以。是的，你傻了。这阵容主 C 主 C 冰女，副 C 布隆，布隆其实是最强的。三星了。行，可以升的吧？还是吃力些。不急。够打了，两个三倍的。哎呀，还是要上个布隆，你这四期你上个布隆吧，把铁男换布隆，布隆放前面一点。莽夫就是一个布隆。你放一起吧，你没有太多必要放外面，你没有后面的 C 位，你没必要放太多。Okay. 这个位置，这也太晚了，这个阵容。打不过人，举盾。可以弹血。他举盾之后，剧痛，
你现在还差装备而已。人家这人打打这三倍的怪好痛呀、啊！最烦就是这个耍枪骑的出个巨人杀手，你知道吗？但他没了，死。有人敲门吗？什么？10点外卖。几点了吗？觉得这种还挺厉害的，但是我绝对不玩，我只玩这一把。这种可以玩，可以赌就可以玩。对，好玩这个，但赌的不给劲儿，还是不想玩，不刺激。妈个恶心人的组合！啊，不行！哎，你看我缺钱吗？哦吼！你直接给冰女出一个那个炉灯，炉灯吗？炉灯啊！不要鬼书吗？你要什么鬼书啊？你这个装备是留给布隆的，你这两件装备都留给布隆的， okay. 一定留给布隆，布隆一定要装备。你先别急着带，升个级或者消费了，递不递？想递就递，妈想递就递，逼中女，来得了吗？不要，要不了，要不起。布隆，哎 ，nice， 两个2000布隆了，嗯，再次过利息，是的，那可以是可。哎，升级了又不好递一费卡了，我可以升级六级，好不好？递2费，我现在是要2费的冰雪跟布隆，骑士无所谓了。下波升了吧，上个猪妹。你妈，我他妈这波就该升了，大哥。你要千珏，你知道吗？千珏还要，嗯，你要升个级，不急，这阿卡丽直接自己死。嗯。冰雪出门打，你主要没有冰雪，你两星冰雪质变。冰雪这张好猛啊！哎，你这组合还挺厉害的。是的。这就是专门打狂野刺的阵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狂野刺太多了，这个阵容专克狂野刺。棒，哪个很棒？这就是有因必有果，知道吧？百因必有果。关了没？关了呀。不是我有点结巴，是哪个有点结巴？百因必有果。你的报应就是，那利息要吃满呀，不可能生的呀，现在就。哼，但别今天过后你们都玩这套阵容，那他妈就很难受了。哇，这套阵容贼好玩。哇，都不能，为什么没举盾呀？没事没事。但好肉啊，榜榜干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傻了呀。榜一，冰女，冰女打一场下来，至少可以开一个两星，冰女至少可以开四个大招，至少四个、五个，他一个附加，三星可以开他妈七个。这阵容贼好玩，我只能跟你这样讲了。冰女，想消费了，升个人口上四期吧。可以，不急，你现在很强。哎，我想把他们聚集到，就聚集到一起，去打我这两个，不是咋回事啊？没事没事，又顶不上你号，咋回事啊？谁将我号呀？卡特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出卢德吗？就是打伤害。没有意思说。缺伤害。Quiz。插一个那个叫啥？没打过他，宝贝。打得过，怎么打不过？哦，还有复活甲。你怎么打不过呀？啊，行。那德拉文自己把自己弹死了。骑士特别克卡特琳娜。特别克德莱文和那个。拿魔卡。有腰带吗？有，拿腰带。Okay. 一定先给狂徒。狂徒，回血。瞎。嗯。哎，妈，这阵容成型了，还有点猛。
双无尽阿法力遇到布隆开盾 A 两下自己没了，这是什么？是的，这个护甲它不香吗？你们不要吗？我心都不得清啊！有腰带，腰带，舒服了，美呀、啊！它不香吗？啊、美呀、啊！没人抢护甲，我人傻了。布隆冰原宝贝消费了，怎么样？给了，消费了直接。你想消费吗？消费了。冰原，舒服。拿两费卡，拿两费卡，先拿两费卡。低到十块钱，就不低了。冰女。不隆，好，不低了。我丢，刺激啊！那真的是有个撸的，惊险！他没有巨人杀手，他一辈子都打不过我。就数一手巨人杀手，你知道吧？冰雪二自己就有点丢他。这布隆干嘛的？不知道，盾也乱举，吐了呀，化了呀！给我举盾！爷笑了，被勾死了，被机器人一梭子直接弄没了。不急，等一个那个，他插个那个。清绝、如果没有那个就反了，如果他不爆，下一波就没了。但我现在三级的，给清绝搞个集体不是四级的，他不是很香。是的。我吐了呀！我只差一个布隆了呀，消费了吧？啊，想消费，消费了呀，哎，消费了。怎么？货币。冰雪五个，布隆八个。要不要把冰雪放后面点？布隆，盾举起来。要把别人聚集到一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全部聚集到面向，要不我挨墙角站。这波又没打过，就因为他的两面都有输出。然后屁股被打了。对啊。要不要换个站位？换个站位不急。聚集到墙面。这波打六年。猪猪。哇，白嫖真香。全部都搞成三星吗？是，怎么可能？猪没搞三星。不要弄。第一个吧，我比高三星，我这么站是最好的。放一排站，其实，这两个挨着起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要把他们所谓的面朝这边打我布隆，就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全部站一排，妈这么就敲扁了吗？啊，报告，这波不报魔抗就难受了。有魔抗就比较氪金的事了。但怕巨人杀手的金的深，不过魔矿就难受了。没关系，不挂魔矿也没关系，再给个护甲，再出个护甲。魔矿，舒服，香，布隆，搞了个三星，是你的吗？香，十个，香，宝贝儿，香，你要。香了，就这么站吗？等下升个人口，上个千珏啊，香。我就站第一个吧，让他一个人去出来打。猪猪等会儿走，你猪猪放前面走上去。哇，贼香！那这布隆好猛啊，感觉看着就觉得他很顶，很可靠。主要还没人出江心刀，你知道吧？给我举盾，一个布隆感觉可以打了一个师。给我举盾，阿卡丽死了。这些耍狂野吃的，遇到我的这种好飘啊！这真是好玩的很，好飘啊！升人口了，现在全力上人口。冰雪三星就吃鸡了，差个千珏。冰雪三星就直接吃鸡，再给冰雪出个炉灯是吧？
有条件就可以再出卢丹。有条件给，没条件现在。现在这个大剑有点难受。给我复活一下呀？怎么出？你下波爆成品了呀？如果有几率。哦，没有机构了，刚刚打的是机构是吗？对。这样的呀，那大剑给谁呀？我要吃海克斯呀。随便给一个吧。对，刚才你这个海克斯。给猪猪吧。可以猪猪吧。嗯，万一这边来护甲，可以点下副甲，对吧？这阿卡丽，哦，啊，就剩一个布隆，蛮来的，给我 AS 自己，给我 S 自己，喂 ，S 自己，化开 ，S 自己喂，举盾，给我 S 自己，别管 ，S 自己，好上头，好上头，这玩这些玩狂野吃的跟我玩嘛，阿卡丽香嘛，来嘛，香。我也觉得很香，那个肯定先不出，先不上四级地，不急，完全不急，这先全力上人口。而且波比这个将三星的打刺客特别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波比一个三星波比单挑一个两星阿卡丽，这一个布隆单挑一个失了现在。我打那个地气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只要有波比我必留，我专门留来打刺客的。这个阵容节目效果贼好，你知道吗？这德莱文，我被弄了，给我 S 自己，被弄了。好，我操，没事，有狂徒再回血。来，三星卡特，宝贝儿，看到没？好，德莱文直接没了，化开。三星卡特怎么了？你有龙牙？这人好肥啊！这人，真的好肥啊！是很肥。三星卡特，你别给我打问号，我不知道什么叫问号，来嘛。你暗影我，暗影我舒服的很。把波比卖了，吃力去了。为什么要卖？不卖。为什么要卖？不卖，完全不急。可以。一块钱利息没必要谈。这个他妈的无敌香，一二三，你最后一个选。没，他们没这个匠心刀，我可能有那家骑士的。匠心刀。大乱斗。要么大乱斗吗？这个德莱文拿了香的很，哇！对，哥，你别拿。假装拿到这个，其实他去拿，让我打德莱文。声东击西，舒服的吃，舒服的。36G，舒服的。骑士给谁吗？骑士给千珏。啊，现在没有呀。先把德莱文吃力气吧，先不急。存点钱先。先上人口，这人口是第一，就差个千珏了。这波是18块，18块就要20块升级，不行。这个血量有点难。这边放一个，不然等会儿这冰雨一直挨打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装备可以直接现在上6骑，直接现在上6骑，把那个骑士给晕了。嗯，我知道。无所谓，你 A 嘛，我肉得很，你 E 嘛，打死我嘛。那这布隆真的太肉了呀！举盾就打一个尸呗，这布隆就真的是打一个尸。对，所有人死了，就剩一个布隆，我打一个尸。这种狂野持续到只要没有好上头呀！只要没有降心刀，不要。升不升级？升了吧，升人口吧，升人口上一个四级了呀。然后哦，不对，五级这是上六级吧。直接给冰女吧，缴了吗？直接缴了，可以，那舒服的很。6骑，等下再上个千珏。这把只有11个装备，装备不多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刚刚选秀来的吗？加50块，两波力气。这金戈斯，他没有将没有那个巨人杀手，他就是弟弟。你知道吗？怎么死？肉打不动，金戈斯打不动。像这种肉，他只怕巨人杀手。两星女枪这个没用啊，打不死不能的呀，就没了。妈，给我举盾，香的太出神了。这人两星女枪，狠的一批。刚刚选秀拿，你要跟他打，他还一个千珏来了，香的很。又来了个骑士，我人傻了，没有9骑。有9骑，直接搞9骑了。我真傻了，这个骑士爆的人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给你爆个那个，爆个鬼书什么的。嗯，
把我鬼兽给猪妹，嗯，香得很。但我拿这么多骑士干嘛呢？我搞个势力国是六骑士，我想一下也没用啊，卖的那么没有装备有屁用啊？这些都卖不了，这骑士给的太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给天爵吧，你妈加护甲，他不香吗？他吃海格斯，他不香吗？七骑吗？七骑，这个阵容太好玩了，好玩的一批。然后生个人口可以开地兵女了，现在几人口？八人口吧，还是七人口？七人口，生个人口上千级。肯定要上千级的。可以，那个先把打战斗，要不然。一区吗？啊，可以。德莱文 A 死我吧，这个高你不行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搞鬼。乌鸦自己死好吧，啊，你不要再狂徒了。知道他一直对着乌鸦决断。你打决赛圈，别急。他就对着乌鸦决断，对着远的人决断，就有点憨憨了，你知道吧？谈不了后面这几个人。哦，这就有点烦了，就有点上头。没事，咱上个千珏。我有千珏。我知道。给我上个两星牙锁，怎么样？你把谁下了？波比下了吧？嗯。不，这个逼他妈有问题，他妈的！其实吹我的，其实两星波比比诺斯屌多了，两星波比三星诺斯屌多了。那喜欢吹乱吹来吹嘛？乱吹在哪里？他德莱文有吸锤也没有，吸的还没有反的多。这根本就化开了吗？俩全部吃的冰雨大招，香得很。好，开始打布隆了，开始掉血了。给我绝！他挖掘机没有真实伤害的。那有真实伤害他也打不过了呀，两个三星的他怎么打吗？还个弟弟。真他妈香！冰雨是输出啊，冰雨怎么走呀？哇，还在嫖骑士。我傻了呀，还在疯狂嫖。这波选完就升个人口，嗯，香得很。先不上亚索，嗯，进到波比。哎，选秀选个那个给亚索，窃贼手套，有窃贼手套给亚索，香得很。嗯，红 buff 也可以，鬼术也可以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巨人杀手打不拢弟弟就弟弟。对，就怕巨人杀手。这两家都没有。有一家枪骑有，那要死了。我怎么又打他？是我打成分身是吧？对，打分身。哎，我的暗影从来没暗影过别人大哥，别人暗影波波暗影我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大哥谁？就是我最猛的那一个人，波波吃暗影。举盾，给我 A， 再 A。哎，布隆举盾，他有减治疗效果，看到没有？他雨降大招。啊，是。好飘啊！这个阵容，主要是你这把也糊，这把布隆装备也糊，正好鸡哥爆了个魔抗给你，不然你很难受，嗯，巨难受。有那个肯定拿不到的，他们肯定拿了。我有个护甲，我有个大剑。对，给装备个复活甲吧。肯定没有这个枪。你拿这个给谁呢？给谁都可以啊。没用啊，护甲吧，复活甲吧，复活甲吧。复活甲给猪妹，猪妹可以放好几个的。
六期猪妹能放很多大，但是你没有减治疗效果，冰女。要不递了吧？你递啥呢？哇，把这递三递到三星啊！你确定吗？你不上人口吗？我上谁吗？上人口上个波比打伤害不好吗？你想一想，其实追三星美女也可以，你想追就追，追嘛，可以，快乐就完事了。这德莱文是伤害的，我操，帝国的那个 A 太痛了，这个挺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个乌鸦，给我 ace 自己好吗 ？ace 自己，答应我 ace 自己，我不管。不是他这个乌鸦怎么搞定呢？打不死的乌鸦。你到最后决赛圈，乌鸦打不过那个，主要你没有那个。我感觉他我那个寒冰可以吗？四级地，两下。谁？这个寒冰。没用，四级地没。不关键的，你上四级地关键。要把他冻住才把他给打死呀。他死了。死了。他想什么？你看他这种，你看他这种在选择地。天使有用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可以先拿着。这个组合。可以先拿着。地把地三星美女。滚了。啊，滚了吧。天使没用。这个阵容天使要了。啊，两天下手留着吧，留着吧。哎，先不递了。我波比，好牌，拿了吧。要上人口，要上人口上个压手，差38块钱，这波打完差36块钱，刚好可以升级。你信我，这波三星 GG， 答应我 ace 自己。三星 GG 更能搞那个三星机器人，天使没用，我吐了呀。猪妹也不可能追三的，太。破经济了，猪妹怎么追上呀？对，四倍卡，答应我 ace 自己，反向举盾，人野哥还是把那个给弄没了。这个猪女大很关键，回血，没有重伤，回血，来 ace 自己，兄弟们，答应我，好，哎，答应我，哦吼，哦吼，三星继承一勾把你勾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垮。分裂弓太挖了，被压缩了，太挖了。他这个三星机器人有点烦的。我的压缩没用。三星机器人的伤害，哎，压缩可以打个控制。800好像，但是你加这个魔免，75%。我现在站位要弄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看我怎么站位，比你放到这个位置。波比，如果三星的可以换个那个，换个诺手，盖伦。盖伦比诺手厉害，三星盖伦比诺手厉害，因为他有个魔免。诺手 Q 他有重伤，你诺手其实就是个弟弟。嗯、你这把想吃鸡的话，冰女是关键。嗯，对。冰女是关键，然后这亚索也不厉害，对吧？亚索没装备也没羁绊，波比。升人口了，升人口了，上下手，全地完了。他有海格斯吗？有。有海格斯吗？有。有海格斯。用不着吧。冰雨就在这个位置。不，冰雨跟亚索换位置。哎，他们来这里来了。对，冰雨跟亚索换个位置。哎，这个为什么要？你换早了。啊，最后一秒要调位置，就那，啊，没调吗？就那冰雨出门就爱打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他喂死了。那、啊、你知道这组合的弱点在哪儿吗？这组的弱点就是只能挨打。哇，锁爹，两星亚索还是顶。说实话，真的没了。但他这个肯定打不过布隆了，必然打不过布隆了。他有虚空，不过打不过你狂徒。加时赛能打得赢我布隆，站出来好吧。不，为什么极地是假的？为什么他不动人呀？哎，
几率是假的吗？20%的几率吧。不，加时赛没有一波是把别人给冻住的。三星了，输了。好险！哇，真实伤害是可以打，但是你只有两个虚空。我是六七是吗？嗯，我想一下，六七。你要不然千珏换个波比吧，对，因为你缺点伤害，他没有魔抗。Chris， 这个大他不想吗？盖伦被拉过去转圈圈，哇，化开。这个三星冰雨真的是质变，31滴血死不了。能不能死？几个三星？三个三星？能不能死？死不了。无所谓啊，差个三滴血，能打赢再来波不就行了吗？来三星波比，还在来铁。三星波比，千珏不要了吗？千珏不要了，上不了人轮，卖了。哎，也不行啊，人嘛，带不了的呀。给枷锁带也可以啊，没必要。同样的效果，你知道吗？同样的效果，一样的。这么多人吃 X 7797，暗影现在没用，上个波比，因为暗影之后千珏没输出的，波比可以打伤害，波比伤害很高。 Chris 就打我冰雪，对，你看嘛，一个二后排直接掉了一半血，然后他大自己答应我，一个风全部吹住，答应我大自己，这真的太强了，厉害，再见。他也肯定这只能吃鸡，贼他妈爽，爽，舒服。来，大乱斗，舒服。这个阵容爱不爱意？嗯，哦，香。寒冰没用，寒冰真的没用。这阵容就是挨打阵容，就俗称挨打，也挨最毒的打，也不算挨打，反正只有挨打。冰雨也挨打，布隆也挨打，舒服的很。哎，大乱斗怎么说？几个三星。